的限动。对，我在高铁站遇到廖健富，然后他就站在我前面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后面，然后我这样拍他，然后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叫他。后来我就现实动态 tag 他，然后他就回我，再回我，他回我，他我说把木瓜炖来。会剪进去啊！今天呢，要做一个主题是 local 看谁最道地、最接地气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个问题好玩呢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大胡子。哎呦，你一看就是旁边的小喽啰。刚刚那个比较有机会，大胡子接地气的，对对对。
方向。你这边有蝴蝶结打开。哎呦，是我来带5000万啦，拿不到钱，准备那个宫保鸡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一，我健志，我是亚通，我是 Danny。今天我们请到九一的团员们、大队们来帮我们评选一下舞台的这个写真部分。是，写真。首先 ，Round One 这个 Local 的部分，这分别是三个人是吧？我们一人拿一张。有三位参赛者，这太 Local 了啦。超 Local 的 ，Local 归 Local， 网友团。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那个一点点的品牌名师嘛。人家裤子是穿的什么？喝的东西 Local 了，这有点开心，不过。这个你看他的穿着就知道，越南的不是对，类似那种就比较会帮你工作，可以跟你一起工作，客服耐劳型的。种田。啊，这个就是晚上带去玩乐型的。这个呢，在家里面洗衣煮饭，穿拖鞋。以轩他自己讲说，他这个主题这是以轩，他说他这个叫做吹喇叭的一个主题。吹喇叭哦，那就是在家里了。哦，那就是对，在家里晚上睡觉洗的。我感觉出来你对这种晚上睡觉醒的渴望啊，不然我换吧。不要，你就留着吧。好，我选这个。OK， 那我就努力工作型的啦。而且他喜欢喝啤酒。第二个主题是大哥的女人。大哥女人型。哎，这个选择好像比较多。没有。我发现一个 bug。哪里？衣服是同一件。不是他，他们是同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同一个人。那他是不是一直都爱喝酒？他刚刚就是那个，你说懒懒吗？对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一直喜欢拿着这瓶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所以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吗？同一个人，那同一个衣服啊，同张脸啊，废话。哦，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拍两张？他就是要我们选他，为了让我们比较有印象啊。大哥女儿，我们要这个啊。你要哪个？你又是大哥。我是啊，你是人家叫我陈大哥。对啊，我就喜欢这种的，就是衣服不要露太多的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像上班族。对啊，对，大哥女人也可以上班啊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你就他吧，那我就啤酒姐。什么叫做啤酒姐？为什么你每张照片都要拿啤酒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们从头到尾都站在后面呢。啤酒啊？对啊，啤酒啊，不是。哎，你们怎么放这张啦？他们拿错，不是，哎，他们拿错张，等一下。眼睛看起来就是非常。你，哎，你是不是搞我？不是这张哦，刚不是说好两张都要放？不是。张开再给我放个撇眼罩，撇眼罩啦！眉毛谁画的？哪一个？本土 local 的感觉。你这个是什么裙子？是越南的吧？这个是那个是遮住围裙啊。你那是捉襟，这捉襟吧？对。感觉出来你的眉毛充满了一些。不要讲我的眉毛。好，现在喝牛奶花生健康。等到我买金头刀。哎，你看错重点，那很笨。等到我买金头刀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尚啊。你们三个要选出一个最厉害的。你们的主题跟他们主题是不一样的。你们要讲什么？你要讲什么？你要说大哥女人，然后你要说。对对对对
对，我们是时尚的主题，但是就是有一个是大根的大哥的大哥大哥的女人，大哥大哥的女人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哪一个是接地气的 local？最 local， 最 local 应该是这个啦。很多越南人的部分。对啊，这个 local。好，那大哥的女人最喜欢哪一张？大哥的女人哦，大哥就是这张。这张。还好。哎呦，养猪的那小鹿哎。大哥的女人应该都穿戴墨镜，戴墨镜就是大哥。大哥女人，那有女人像你这种。对，应该是穿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从一开始走进来五分钟，春风一直拿着这张，没有要放手。他从头到尾一直这样。从头到尾都没有换耶！他们是分分分，我最后。那你有没得选择？那有记录。哎，我这个就是会帮大哥做事情哦。为什么你要选这张？大哥，看起来就很会泡茶。你要的是秘书。对啊。哎呀，不是大哥。我是大哥。你们还是这两个要选一个，这两个要选一个。大哥哦，大哥，我是觉得。这比较像啊，他死不上班。你那个也是上班族，他一直握着，没有，我觉得很好啊。这哪算上班族？好了，你们这平手好不好？耶，平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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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我们这样三个人都有得名哎。对啊，那蛮棒的。我觉得你接地气真的是实至名归。有天哪，我跟你讲，下次真的是不能放这种照片，是不是说好了是另外一张？为什么放起来一张？我以为你眼睛本来要长那样哦。喝酒喝成这样。喜欢 La Cuisine Girls， 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谢谢。